苦百姓忙，年年辛劳哪王粮，费尽周折且不讲，受气受累真窝囊。自从来了韩都尉，办事工程一点账，这样的官员太难得，就怕上天去他方。小三子们，小三子们，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一同向福王恳求丞相做主张，恳求丞相做主张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哎，到了到了，门上哪位在呀、啊、祖国什么的，我等求见相爷。侯主是有心相爷。哦，众乡民求见。哦，还他们进来。哦、是是是，还你们听见。哎，是。哎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参见相爷。罢了，起来。是。到此何事啊？启禀相爷，自从韩大老爷到任以来，办事公正，善待百姓啊。闻听韩大老爷要调任他处，他若一走，只恐百姓又要受苦。为此，恳求相爷留住韩大老爷，我等感激不尽。韩大老爷岂能大材小用啊？相爷不肯，我等跪下、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，你们暂且回去，我自有安排。哎，多谢相爷，多谢相爷。嘿嘿，这就好喽。韩信上任未久，深得民心，倒也难得，不免上殿三次保荐。来，顺轿上朝，顺轿上朝。
千岁。贫臣赐座。别座。宣臣进宫，有何国事议论？孤怜人也得我梦、哦、梦中与虎恐有不祥。哦，大王也梦不祥。臣道想起被古人来了。哪被古人？大周家下有一阵之后，明月起进宫，是他夜梦上山见虎，日草见蛇。他家前有一贤臣，名唤严平仲，其进宫命严子远斋。严子走到夜梦上山见虎，日草见蛇，何为不祥？莫可中倒有三不祥。大三不祥？有贤是不知，亦不祥，知而不用而不祥，用而不能重用，三不祥。大王此梦与其进宫一般无二。丞相是哪里话来？故自日包拯以来，那丞相之见广设召贤观，收罗贤士，若有贤才，故自当重用，怎奈我有贤士耳。眼前就有贤士，大王不用也是枉然。现在何处？现在包拯。叫何名字？他叫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。为何不是？微臣舍将迟来，大王又要到他，此身危险，不肯重用啊。若是贤才，孤当重用。用他，用他，用他，用他。韩信呐、啊！哎，又是韩信。想那韩信，母子不能葬，乃无能也。既居天长七十瓢母，乃无耻也。手如胯下，一世奸笑，乃无勇也。仕途三年，官职至极，乃无用也。此者等无能、无耻、无勇、无用之人，莫若用他，故定被那楚军擒获，我三十万士卒的性命也要断送他手。孔子被困成才，非无能也；被狂人围困，非无勇也；阻挠于心，非无用也。韩信七十瓢母手如胯下，乃是英雄，未得其时。在法王帐下，一位知己郎官，乃是英雄，未遇其之。韩信盖世奇才，大王岂止不用还腰微臣，见哪一个？你他啰嗦了。
将屡次报捷，怎奈汉王执意不肯，有何面目留在包中？不免留下诗句，岂管逃走？看那小伙追是不追，怎么是？岂敢你似水，可一起风破家园，勇莫伺候。相爷大事不好，何时进话？汉将军弃官逃走。
而别，君臣东归何人？也罢，待我赶到东门，问过明白，再做道理。快马！
这是哪里时期？哎呦！
相，丞相。可神呐！啊，哦，你怎么不辞而别了？丞相，江南韩信自到保中以来，多蒙丞相雷次宝剑，怎奈大王执意不肯，有何面目留在宝中？情愿回归故里，甘忠为生。丞相大恩，龙图厚恩报。之才一律之职，是我连报三等，代王说你赤身威胁不肯重用，怒恼将军投奔他乡，我闻听此言，急急忙忙追赶前来。将军暂息雷霆之怒，随我回去，我以全家的性命李宝将军。将军，你千不念万不念，还念你我一见于故事三生有心，天将下
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？大王再不肯重用，我和将军一同走。好，哦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义务请丞相交与汉王。何物啊？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。哦，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。哎呀，有此绝诗为何不早投递，岂不免去许多的春生？我若一失此间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，暗含心无才。好，英雄本色令人可敬。马来，啊，相公，韩将军他可愿回去呀？韩将军不但随我们回去，哦，还有一件大大的喜事。什么喜事啊？你拿去看来。啊，这不是张良先生的绝诗吗？韩将军正是张良先生捡来的。哎呀，既有绝诗，何不早献呢？糊涂得很啊！他若一失子间，哎，岂不失了大将军的身份啊？原来如此啊，将军，何不趁此一轮明月速速回去，免得代王挂念。是啊，好，如此丞相肯恭请将军。二公可算是贤臣，不辞大业与沛姓，教父月下追韩信，留他卖命，我万古存。
将逃走了。好，今有此事，速去大坎回奏。遵旨。我与萧火妻子沛风患难相共，情同骨肉。他岂能踏我走？况且一概大事由他办理，他今一去，失了国，左膀右臂，呵呵，大失去意。像他又回来了啊！宣他上殿。遵旨，萧何上殿呢。尹迟，有家封我守将之职，我为什么要逃走啊？你不逃走往哪里去了？追赶大将军去了。哪国大将军？韩信啊。知将之中有人逃走，你不追赶，为何独追韩信呢？知将已得韩信南巡，随他回来则是，拜他做大将啊。我不用韩信，你领见一个啊！不用韩信，领见一个。哎呀，见哪一个呢？啊，有了，哪个？韩信呐、啊！故意决定不用他，你休再啰嗦。哎呀！不是哦，大
王可记得张良先生临行之时言道，寻访心寒灭族的大将军，以绝食为凭。 No no no， 这个大将军来了，现在何处？现在包中。叫我名字。韩信呐、啊！又是韩信，我不听你的谎言呢。臣焉敢谎奏？有何凭证？绝食为凭。绝食何在？待王请看。哎呀呀！果然是张良先生举荐来的，快快宣他上殿，故要重用于他。且慢，大王屡次不用韩信，如今落败大将，与乎小儿一般，他还是要走吧。以丞相之见呢，必须高筑将台。哦，大王斋戒沐浴，赐他虎符金印。哦，满营将官听他一人贴旨登台拜真将，方是待县之礼呀、啊！哎呀，亲家呀！哦，父王我时有失察之过，多亏丞相不辞辛苦将韩信追回，哎、我刘邦若能一统天下，定与亲荣华相共，永不食言。请大王。秦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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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大王。不容易的很呐、